Kelly，小姐，咱太多讲到这个通知者对这语言的看法。你要知影讲，咱即摆是上艰苦的时阵，过来，即篇文章是吼，遮吼，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的藏书，这是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是荷兰人传来台南了后，用过希腊雅的话。编辑的马太福音，啊，这边是应该是荷兰文，啊，这边是彼得作的话，啊，即马你知这款的文章，即马变成啥款了呢？我去台南，去希腊雅族的所在，因即马有人特别研究，因为有文字，所以去推算因讲的话要安怎写，要安怎创哦，即马在推行即款的话，都、就是荷兰人留落来。啊，咱讲汉字咱有啥物特色？咱汉字的特色一字音，就是单音节啦。英语是多音节啥物叫多音节呢？是讲。米嘞，咱是米一字字，啊嘞一字字，啊英语是 beautiful，beautiful，因为英语是用过这个 aeiou 做音节，带音发音出来，所以 beautiful 就是多音节。汉语系是当今世界上侪人使用的语言，但是是全世界唯一单音节语系，台语是单音节语言发展的顶峰啦。台语不只是一字一音，甚至发展到两字连读之音。嘛有诶，连续音变音，形成全世界上复杂的语言。咱台语实在是讲起是太多了。咱叫阿多阿欧每一个阿多阿你听伊个声，阿姐阿多阿，无例外，伊都无样变调咧，咱水水水。胖胖胖，啊伊袂样嘞，软小小，这就是台语的美丽啦，一字一体，用个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法则来做的，把有限的图形符号。做组合发展，基本上这些部首皆有相同的性质。什么意思？部首就是这我这刀也是插座的，还是这些木质边。我这些物件是插座的。那用个金嘛做，要金属用个金边金木水火土拢嘛得用一挂，但是用一挂了，变成一个缺点出来。会迷信，你属金，一些属火，爱属水，水火不容，所以八字内底咱有金木水火土，你甲恁囝，恁囝是水，你是火，生一个水来甲破，大海啊，所以这个囝要怎处理？要等你杀。那等你杀法，
过继给阿哥或阿姨，阿达婆登来吃，这你们看了吗？这就是这是文字上吼、哦、的受害者。阿姨吼，伊唔是咧讲，阿公囝嘿安奈，我伊醉啊，我嘿啊，去客来。换一个相片先，换一个，嘛，甲你安尼讲，啊，搁换一个，啊，搁啊换一个多次，嘛，安尼甲你讲，你信心崩溃啊，这都是金木水火土的副作用。所以吼、哦，西方世界无这个文化，咱也免相信你卦。你那出生一个免该算迄落要八字，免算迄无效，来。啊、你这是有超越一般人的思想，啊，若有你这款的思想，你就不会受欲，你就不会用骗。但是大部分的人唔知影咧，啊，上面像我问过三个啊咧，啊，三个拢安尼甲我讲，啊，我要信啥啦？所以这是问题啦，啊，啊，西方世界无咧信，即无咧信这一道的。所以要注意，不管你是什么走出来，因为免去让人看八字，因为我学过八字，我八字我有学过，我嘛学过易经，嘛学过堪舆，我等拢学会向了后，我妥弃这个文化，伊有伊的文化的，迄个风水嘛是真大的文化的。我讲风水都一个赢，都一个拢万败，都一个皇帝无去用头骨去，秦始皇的无敢无头骨去。埃及金字塔，大家自己来对参观的，我该挖来挖去，家己木乃伊家己摸出来，家己展览。啊，你这个无做了偌赞。啊，迄就是讲，迄个时阵上第一流的啊！啊，我因为我拢学过了，我才知影讲啊，即进入了一个吼、哦，叫咱的秘书长讲吼，行唔到房间，大毒行唔到房间，行不出去啊！哦，啊，即汉字有伊的优点哦，啊，但是伊的迄个延伸出来的金木水火土，咱也爱稍微了解，卖去受欲。哦，汉字的优点咱来用。哦，今麦过来。哦，一字多音，多义。哦，字字字有真侪音啊，真侪意思。哦，譬如讲，这个行哈、哦，行动的行，哦，德行，哦，发行。啊，军行，哇，这大海啊！你要叫阿多阿别那我，我多学了，哦，啊，学了搞绝对会突出了，哦，哦，这是在讲咱这台语的字哈、哦，啊，同音多字，哦，这都、就是这单音节的问题。咱家己有问题嘛？爱知影讲咱的问题在倒？为什么咱无进入21世纪的时候无遐尼科学？哦哦，譬如咱讲这动，安尼消化掉啊，这里加一个山字边嘛动，啊加一个木字边嘛动，啊加一个竹啊头，啊加一个金头，哦啊草头，啊木头，啊酒的，啊拢
逐字拢嘛同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意思无共款哦。即山的山的同啊，甲即个酒的同，敢有共款？绝对无共款，哦。诗经吼，一句讲：关关为酒，关关是鸟仔声啦。啊，台语读做关关乖乖。哦，这是歹读啊！哦，鸟声鸟声吼，咚咚。咱两字斗阵的时阵哦。不一定读同音，哦，这就是咱的迄个特色啦，哦。但是有一个特色真好，咱一看到字哦，文章一看了就知影意思啊，好、哦、啊，用在啰啰两一挂，哦。啊，咱这个口语哈、哦，保留古代。诶，这上汉语的口语吼，这边呢，他金马，这就是金马，啊，以及这发音哦，金金啊，啊，就金马，啊啊，这些怎样？哎，啊，唔知呀，啊，这三民主义有知耳多事嘛，哈，啊，知耳是啥意思？遮尼，遮尼侪知耳多事，就是遮尼侪的因素，哈，知耳多事嘛，啊，你刚才用唱迄落。对啊，你啊，我啊，咱唔捌字啊，就是所以爱叫吼蒋维文较紧来教。啊，这里东西啊，东西啊，哦，这那刚才杨工东西啊，哪里啊？不要那下，哦，啊，就是东西啊，有字啊，咱有字啊，咱唔捌字啊。咱去往人控制了，唔捌即块台湾字啊，吼、哦，啊这牛呢，吼、哦、这块较唔捌听到了吼，但是嘛是吼、哦，啊即摆过刷落去吼，诶、哦、迄、欸那个，所以咱台湾话吼是真优美的吼、哦，啊这个优美的，即摆民政府想讲咱安怎来个推广这台语？台语文吼、哦，台语文要安怎来推动？啊，要安怎推动？就是讲，用个罗马拼音爱加入来。吼、哦，啊，罗马拼音加入来时，有啥物困扰？有困扰滴。即、这个葫芦话吼，传去韩国，传去日本，传去越南，啊，这三国咱来解说一下。传去甲越南在1860年的时阵，法国人入去了，全甲你消灭了，全用个迄落法文吼、哦，拼音罗马拼音全都取代了。哦，啊，迄唔止安尼啊，像讲菲律宾话啦吼、哦，印尼话啦，即挂无文字的所在，拢罗马拼音啦。好、哦，啊，传入去日本较早，但是日本有去。增加一挂汉字老了，
老掉，啊，佫增加一寡即、這个，因的平假名、片假名，因的音调会使即个，啊，嘛会使接受西方文化的即个音调即个，但是汉字的部分，伊规定干来用1700字，因为你若无用吼，袂使，尤其因的名，吼。因的名字你若无写汉字，唔知在讲什么咧？哦，这是这个日本文啊。日本文因为有平假名、片假名，所以这个文化继续传落。啊，即马讲韩国传吼、哦，用500年，差不多40年前吼、哦，用500年前因创作的迄个注音符号，对即马的文字。啊，全推广啊，消灭汉文化，要甲你消灭，免讲啊，免学。啊，即摆实行40年过了，问题真多，问题太多了，全吼阁恢复汉字出来。哦，这都是用个单音节单字。的人所遇到的文化，遇到的困扰，哦，啊，咱呢，刷落咱民政府要来改革文字，文字要改革，咱爱知影讲啊，以前韩国的文化遇到的困难，日本人遇到的困难在多位，啊，咱避免伊的文化，伊的即个困难，所以即个课题吼，爱互迄落语言专家，像讲咱这蒋教授、蒋维文吼，因吼。去努力啦，看要安怎创吼，才会用创出来，创出大家拢喜欢。啊，即马我知影，若伫开会吼，开即个语言的会议吼，吼一人讲一排，啊讲拢袂好。好，好，咱即马刷落去吼，咱来讲吼，即、這个日清的战争。日清的战争在1894年，满清战败，把台湾和辽东半岛割给日本。哦，啊，1895年5月初8，哦，5月初8这天真重要。哦，清国在烟台交换了《马关条约》条约，对《下关条约》了，哈。的批准书，就是为1895年光绪21年5月初8起开始，日本就为清国取得台湾甲澎湖的统治权。但是你也知影，这台湾吼，在1633年吼，日本的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。把外国锁在日本之外，同时也把台湾锁在日本国土之外，哦，由台湾的统治权，荷兰人是为1624年才开始，哦，这日本哦，迄阵嘛是作推的哦，颁布锁国令，那就颁布锁国令，因为。这个亚洲人吼、哦，头壳吼、哦，去有孔孟思想缩细，缩细。哦，孔孟思想咪是一个海派的学问，但是和统治者运用了变派。统治者安怎甲你运用？就是讲你吼、哦，想要升官发财，读这本书。这本书叫四书五经，你读四书五经，你就升官发财。啊，所有的汉人，这1000年来，有10万的人得到功名利禄，因为读四书五经。啊，读到四书五经了后，哎，做官了啊，真好嘞。啊，所以所有巧的人啊，头壳拢按偏一边。啊，地球吼、哦、是圆的变的，哎，哪有关系？啊，所以哦，
16世纪、17世纪，迄落欧洲的船吼，都已经来到日本啊。吼、哦，啊，日本带来无同款的文化，啊，欧洲人敢头壳无去用锁匙，嘛是本来去用锁匙，去用什么锁匙？去用基督教。但是基督教锁匙了后，到个1517年，就是500年前了吼。500年前吼，马丁路德认为这教皇吼歪哥，吼、哦，迄个时阵吼，有发行这个赎罪券，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拢有罪，啊你吼、哦、来甲我教皇买这個赎罪券。赎罪券爱提现钞哦来哦，10000块新台币吼，还是10000块新台币，甲下你伫天顶个罪10000块，啊你若摕10000块来，下你罪10000块，啊摕愈罪来，你个罪下面个愈罪。啊马丁路德讲，啊你即个伫烧金纸哩，甲台湾烧金纸意思同款嘛？小金纸的骗相，骗鬼！啊，伊嘛在小金纸的，基督教照常小金纸，啊，但是马丁路德讲不使，公布教皇95条的罪状，啊，所以从迄个时阵开始，人的思想就开开啊，开开安怎开开？你会使讲地球是圆的，啊，地球西太阳在行。嘿，以前你讲这款话，你头壳了都要去学毒气。啊，你甲上帝坑的都无会当坑的。哦，啊，所以，但是经过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了，欧洲人哦转思想开放，啊，基督教会阁分几百派去。就是讲，你家己有思想，你家己就做，所以有工业革命、哦、文艺复兴等等，让西方世界的进步。哦，啊，东方世界还原地踏步。哦，孔孟哲学，啊，就一个未进步，一个进步，所以在引起在日本1633年颁布锁国令，一各界国锁的。你外国人要来，我给他开放一个港口，叫做那个萨奇长崎。哦，啊，出的所在你都拢袂使去，你莫甲影响遐尼多。哦，啊，那个萨奇有开放，至少日本也够做个一个那个萨奇开放。哦，所以那个萨奇的姑娘吼、哦，是日本上西化的迄姑娘，哎，真侪歌拢在唱。那个萨克的姑娘，无讲托桥的姑娘，哦，托桥是较后边，好、哦，啊，所以锁国的时候，但是你爱知啊，在1633年以前哦，其实台湾哦已经有真侪日本人，有真侪日本人来掠去，在台南一带，荷兰人的迄个多都有表现出来，哈、哦，啊，也够。1662年，这是郑成功来打台湾荷兰人走的迄年，有日本的达卡瓦加的孙，吼、哦，就是讲郑成功吼，郑成功的老爸娶一个日本某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、日本某是这郑成功，吼、哦，啊，郑成功因这个家族占台湾23年。这张图是荷兰人来占台湾第二年了画的图，这个就是咱即马讲做安平古堡，当时伊叫做 Zealandia 哈、哦，啊，这是一坤星、二坤星、三坤星、四坤星，到遮七坤星，啊，这个所在是荷兰人去的，叫做赤坎楼。啊！但是重点我要
记出来，就是讲这几间厝吼，我个算起来有十二间，是日本居民，吼、哦，啊，只有六间厝，这是叫做汉人海贼。啊，遮是遮一挂，遮是做拢平埔族啦、马头社啦，一挂人啦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这荷兰人画地图吼，都证明日本人伫即个荷兰时代以前都已经来去台湾啦。啊，都他们遮咧生活吼、哦。啊，这是该翻译做汉文吼。哦，这上细字看无啦吼，我记啦。日清的战争，光绪皇帝跟日本明治天皇的战争，日本人认为他的赢的因素是清国依然悠然停留在传统的世界观。亲爱的，好，亲啊，亲啊，是为中文 China 翻作日本叫亲啊，好，亲爱的，好。认为伊是世界核心，啊，其他的国家拢蛮夷之邦，吼、哦，啊，只有向支那朝贡，但是事实上哦，西方的文明甲武力超过亲啊，哦，日本人在明治天皇的时阵哦，舍弃了虚有其名的支那儒教，这就是。我提一个证明来讲，日本人吼、哦，做即个爱医生嘛吼、哦，人会破病嘛吼、哦，啊，过去拢用个汉医，啊，日本天皇看到西医的部分，嗯，真进步，吼、哦，啊，佫注意西医的教学，吼、哦，真先进，所以日本规定。所有医生新的执照，拢一定西医，就是学西方医学的人才使做医生。啊，汉医的部分吼、哦、有功劳，啊，但是你都未进步嘛，都砍一步，遐砍一步，即祖传病方。啊，你若讲到祖传病方的时阵，啊，都唔知去用砍几步去，还佫剩一步，所以即真麻烦的，所以。西方世界无迄看薄的吼，拢公开的，啊，所以规定，干来会使西医，啊，无几年专来占台湾，1895年来占台湾，嘛，甲即个医疗制度带来台湾，吼、哦，干来西医才会使，吼、哦，啊，汉医专继续互你做，啊，做到你死去为止。哦，啊，听伊讲，到个1945年的时阵，还阁剩两支白鸟，汉医还阁剩两支白鸟。哦，啊，但是国民党来了，哦，不得了了，哦，我带一个什么中国医药学院，哦，而且国外起来吼，啊，拢这汉医不使讲无好，但是你这个传承哦的方式唔对了。啊，你应该还阁真侪会使研究的，其实真侪药草拢会使研究来得到伊搁较大智慧。啊，但是无咧，无去做即块代志咧，吼、哦，所以真可惜。所以即、這个就是虚有其名的支那儒教。好、哦，啊，来占台湾的，吼、哦、是啥人？哦，华山之计。北白川宫能久亲王，华山之计哦，咱今嘛在台北哦，有一个华山鸭，你知无？华山欠这个木字边啦，啊，干那存无这个木字的别名个华山啦吼、哦，其实就是纪念这华山之计头一任的总督哦。啊，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哦，这是日本皇族哦。皇族本来住诶、中国辽宁省，啊，全讲啊，即卖辽宁省吼、哦，人要赔款了，就好啊吼、哦，啊，你
派兵，甲兵啊派来台湾，啊，所以炸76000名兵来台湾，哦，这都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，哦，啊，来台湾，哈，哦，啊，这是这两张图，这个华山之际，这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，啊，哦，或者你看，这西方世界的文化已经侵入去日本，已经真侵嘛，哦，所以挂个叮叮咚咚吼，啊，这拢是西方的，西方才有这款嘛，哦，啊，但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哦，伊开6个月的时间，哦，才拍到台南。啊，到我台南的时阵吼，这个拥有一个军官的这个，拥有军权的乌鸡军的迄，那个乌鸡军的首领吼，要去导航，啊，要导航去甲日本华山之际讲对抗你日本兵的是台湾人啦，那我。登山人无要对抗啦，哦，伊讲啊，你若无要对抗，好啊，你去舰队司令官吼，吼，你去踮遐个求嘛，啊，伊就派人去舰司令官遐去讲，啊，司令官讲会使来，我只甲跪求啊，啊，这老英豪吼，这大将军哦，老英豪乌鸡军的老英豪，看了唔是西吼。暗时吼，化妆做阿婆啊，吼，啊为安平港走，吼啊，台湾人讲吼，阿婆浪港，啊那浪港，什么叫浪？浪就是滚爱浪个，啊要划过港口前滚浪者才去嘛，哟，啊阿婆浪港，迄就讲登山人吼。就是这款阿波浪港，吼，哦，啊！啊！在台湾，满清来统治，三年一小反，五年一大乱，吼，哦。奈三年一小反，五年一大乱，嘛有原因的，因为满清乱臣统治。第二，台湾人有组织，台湾人的组织是啥物？陈友华。陈成功是在陈友华设立这个洪门天地会，哎，人讲洪门是迄个外省帮挂，唔对，是为咱台湾发展去中国，发展去全世界。啊，伫台湾本身就是洪门世界，哦，洪门天地会，哦，即就讲这个蒋介石什么帮？青帮，啊，青帮是什么意思？青帮讲也是垃圾帮。洪门是反清复明，啊，青帮是哎廖北亚帮，你才叫做青帮。因为乾隆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乾隆皇帝才讲，哇，恁这挂人来创这洪门，我慢慢做这帮派。啊，创一条溪吼，淮河吼，淮运吼，这个所在哦，所有的用的工人哦，拢爱青帮的人，哇，就一堆人都要赚钱嘛，就加入青帮，哦，啊，所以青帮才取得生存，大家洪门对抗，哦，啊，满清无去了，啊，这两个哦，拢是乌社会都我夹掉的，啊，这里孙中山是洪门。孙中山去创新中会，就是洪门的帮派，哦，啊，这拢是为台湾团结，哦，啊，恁有跟洪门的人接触过无？因吼，哦，拿杯啊吼，摕一杯啊，就知影讲你是洪门啊，不是洪门。我摕予恁看，安尼有啥无共款？这个枕头啊，
这三把半箱，我放在这代表我是头兄啦。啊，我若放在这吼，我不是头兄啦。我安尼吼，一看，一过来阿手，我阿手的时阵吼，都会传递一个讯号给你，讲我是红门的。你捌看到？来，我吼，我甲你压一个吼，啊，你甲隔壁压吼，啊，大家许压看卖，看知影无吼？我甲你压吼，啊，别人你拢唔知，我在安怎压吼？有传接这个信号你无？啊，你甲伊讲，啊，你冇爱传出去，甲后壁甲边仔人小压一个。这吼真简单，安尼拗起，我甲你阿手，别人看无，但是这我传递一个讯号给你，我红门，哦，啊，还有查证，第九，迄阵地点啊，即卖地点啊，意思敢那有色情的，迄阵的地点啊是讲。来，大家来聚餐邻地的所在，地盘、地杯安怎放，有伊个特别的艺术滴。你安尼放，啊要安怎破解？哦，我要找朋友，有找朋友的方法。哦，我要办代志，有办代志的盘哈，安怎摆？我的资料对拢有写了哈。哦所以这是加减讲啦吼，这个满洲人统治台湾吼，明令驻台之兵不可令台湾人顶补，拒将内地人顶补。所以讲，台湾人吼袂使做兵，台湾人宪法无当要台湾实行，这是殖民地。你知道这是一个兵，啊，一个用，台湾人敢那会使做用，哦，啊，袂使做兵，啊，所以，但是其实哦，兵平用较烂，哦，所以台湾人甲其他亚洲的华侨同款，叫中国本土人叫做长沙人，哦，咱无迄个排满星汉。台湾人无讲温州人，因为台湾都无温州人，那无温州人，有人知影原因无？我讲，温州在1644年进山海关，伊的人口数是约大伯查某囡仔。加起600,000，啊，华人、中国汉人的人口数有够世金的600,000，啊，无够世金还佫有4,000,000，好几亿。啊，用过600,000的人去统治大于1,860,000的人，哦，这欢喜都欢喜死啊！那有人要派来台湾啊，所以康熙皇帝看西凉占着台湾，伊讲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。台湾乃是配太大，得之无所加，得到我无加什么，啊你该弹气啥，我嘛无损失什么。哎，这是真有钱人的配靠咧，涂骹有100块，叫我阿姐头落去捡。我那都叫，我都滚了百亿个，我是一个贪污滚了百亿个，我一百块要创啥？得之无所加嘛，你给一百块要创啥？啊，去之无所损啊，卖低嘛无要紧。哦，所以台湾为什么没有满洲人？啊，所以韩国以汉治汉。啊，来到台湾，这个统治者，国家台湾人佫分做葫芦人、
客家人，啊，葫芦人佮分做泉州人、漳州人，啊，制造族群械斗，吼、哦，族群械斗有几种？有闽客斗，闽福建讲福建话的人佮客家人斗，有漳泉斗，漳州人佮泉州人斗。有同姓斗，哦，姓氏斗，姓陈的、姓林的，安尼落去睇，哦，啊，县级斗，嘉义甲彰化落去睇，哦，啊，第五种客客斗，客家人睇客家人，啊嘛睇个袂记，哦，还有个，迄落就叫做啥，职业团体互斗，伊都想办法甲你分化。好你台湾人未团结，即马即个制度，即马国民党嘛在实行。咱爱知影以前是安怎实行，啊，就得知影讲以后要安怎应付。好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登陆台湾二队，好、哦，即。六月初一，吼、哦，所以你顶顶什么签约，吼、哦，即咱的迄个秘书长有讲，吼、哦，我都不爱阁讲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伫即个台湾吼，共寮乡，吼、哦，大概伫即代登陆啦，吼、哦，二队，啊，这是二队，啊，咱们叫登陆。啊！加颜寮抗日纪念碑，啊！迄阵哪有抗日？迄阵哦，日本军要登陆的时阵哦，迄二队伍清兵三营，走甲离开啊，大概袭击哦，逃到台北市，啊！逃到台北市从啥？官兵变强盗，专抢劫，好、哦。来台北城想抢劫，所以台北城乱糟糟，啊抢劫抢民家无打紧，佫抢官府的总抢，哦，啊所以哦，迄阵日本人占着台湾了，即、這个所在该克，即、這个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来几个几日来个即个二队，吼登陆，吼的纪念碑。啊，国民党，哎、欸，这真好啊！我甲你字甲你抠抠起来，啊，甲你写一个颜寮抗日纪念碑，头家波，哦，这款的物件也阁过来，哦，你注意看，这就是这国民党的迄、那个，哦，啊，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哦，啊、哦，这是。全国的迄个国旗啦，所以这张国旗到啊即阵哦，一个惯用，就是画中国人的时阵哦，画这伊这龙吐珠，而且西方世界拢画一只龙哦，啊吐火吐火，啊台湾民主国的旗吼，画一只虎，啊画一只虎，台湾都无出山虎咧，啊画一只虎要怎个？哦，是龙虎相称了哈，这是拍马屁的，蓝地黄虎了，啊，这是年号永清，啊，你都知道这拍马屁的，这不是被台湾民主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了，哦，啊，这他对我讲西界逃亡，哦，四鬼哦。有约千人的吼，伊这下讲吼，三营人马约有千人，一营500人，三营350人来呢，那约有千人，剩的走去倒，剩的就是约有千人，就是无1000人了，就是
要吃空缺，哦，中国兵就是这样，我这营有500人，领500人的薪水，500人的那个粮食，啊，其实我才300人，啊，我自己加到200个，啊，这是中国兵，哦，世界逃亡，啊，啊，唐景崧这是，这敢那有小可像马英九哩。一算了，算了哈，先把钱回就国外，回去上海，40万纽银回去，啊，到个日本兵来，哎，坐德国船走，啊，这个林本源给这个第一富豪林维源哈，林维源哈，做民主国的国会议长。独立庆典的第二天就走了，这都是历史记录，哦，未好笑的，哦，这林委员，哦，咱现在有去这个林家花园，哦，在板桥，哦，而且40万纽银汇往上海，哦，在六月初时趁黑夜坐德国船走去厦门，这是向下，这 James W. Davidson， 这是一个美国先锋论坛报的记者，哦，下来。啊，库洪加，库洪加嘛，赶快，库洪加是副总统，啊，副总统的时阵，唔多总统阿伯人刚就走下来吼，好，啊，唔多责任都爱伊担起来，伊讲此地，讲台湾。挥我众心即堆啊，须遍计早去，父母自在世，应求自己平安。啊，这把公款捐10万，嘛走。所以吼，哦，即马咱要注意，有一个逢甲大学，其实这个名好了真歹。你摕这个歹人来做名，啊来创一个大学安尼。干么什么意思？嘛讲起也差不多，这种秋逢甲就历史记录吼，完全无外顾，这逢甲大学改名，啊，哦，这秋逢甲，一搞作息，这休息能消化给熊他给，宰相有钱能割地，孤臣无力可回天。贬坐去做吃椅子，回首河山亦黯然。袂输真爱国的，啊，都卷款而逃吼，哦。所以我看咱的时间也到啊吼，咱到个这一个阶段，感谢各位。